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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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？剩下两回合？干，难道我要死掉了吗？对啊，持续啊，入境场持续啊，所以他不会变回来啊。所以库迪刚刚在讲的是这个、啊，第一关的确不能抹啊。哎，C 朗哦，第四期杠攻防两倍哦，而且他是回血100%哦，就是他会一直回血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先干掉他哦，记得哦。然后我们公会已经有人先破梗了，不过目前好像。粉丝页还没看到有人破梗，所以暂时先不讲哈。我等一下打到那一关再跟各位说。魔队嘛，这队算魔吗？应该可以算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啊，第一关可以先出一点技能哦。OK， 我预计要让他捶一下，所以无所谓啊。OK， 啊痛！一波把他撸走。人家有暴力，人家有贝律。欸，什么东西？贝律？对啊，这队有贝律啊。这输出最好叫魔队。欸，魔队不能有输出吗？我等一下示范一队给你看。欸，这一句话就严重了。魔队谁都不能有输出了，奇怪了。不然怎么叫暴力魔队呢？那这一队基本上没有魔的味道啦，没有魔的味道啦。但其实他还是有关卡要稍微磨一下技能，好不好？魔队跟25秒转有什么关联哦？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一队哈、哦，它有个特性，要记得，魔队有几个特性哦，高回复，第一个就是回复力的问题，第二个减伤，哦，然后第三个根性哦，奥丁那种，大概是这样，它有减伤啊 ，OK。欸、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他不够像魔队，我也可以接受，我也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哈。对我等一下，因为我想试别队看看。哦耶！好，但这队减伤要有点技巧。问题是什么？因为你减伤的话，要消很多猪，消的越多，他减的越。好呗，听到自己讲话，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鬼。我刚讲哪里？忘了。哦，就是你要消越多组，越多组珠子，它才会减伤越多、哦。哦啊，这一队的魔的关键是在于它的魔组要够多，第二个是消的珠子够多，才有减伤的效果。哦，主要是这样。我该亏了钱啊。不用客气哈，欸、你跟他客气，他不会跟你客气。哎呀，这里洗技能，哦耶，
给他杀太多。对，对，这里洗净的没错，但是洗到个程度了，因为这次血量够多啊。哦，这时候就要一波带走了，不然就被带走了。因为这一队就是我认为他算是小魔又暴力的队伍，对。但是我想要叠一下，可能我看可不可以配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魔队哦，小火哈、哦。请记得哦，我上面写说明是写什么，注意看一下。强制手消哦，强制哦，就是你手消没有全部消完的话，它是没伤害的哦。这一关也可以磨哦，但是不能断心。像我现在断光哦，还 OK 啦。因为断光我们就没有伤害了哦。哦，这队是好，这队是好，很好过啦。但是下一队的魔的话就不一定好过了。好，光了把它消光光哦。阿娘喂，这干了不好死，你没被死好不好？干我刚没看到啊，断心啊！哇操！好像我现在有看到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机会出马了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点点点点点点点啊！吃我一根呐、啊！哪一根？啊嘞，这样有没有魔队的特性？啊，根性有无？看，可以吸了，没光啊，对啊，没光，没光，没心啊，所以我刚只能对，啊，关键的关卡来了，恭候死亡六啊，哎，看起来很可怕，没有，超可怕的，我们恭候，哎，对我刚刚说破梗就是在这边破的、哦，基本上告诉各位，一点都不可怕，一点都不可怕，哎呦，跟百姓家求丢、哦。这么有把握，有把握才可以求丢啊！没把握怎么求丢？相信一定有人会觉得说，是不是要爆发一下？这样有没有？错，错！你没给他加入啊，在不？我就给他吃下来。哎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样我撑得住吗？靠北好像撑不住哎、欸。干，我减伤撑得住吗？哦，好像是撑得住。断心，断心，断火，我看，断心断火，你老师哎、欸，七大死因，干干。他记录了也在。断心断火啊，你再夸张一点啊老大。断心断火。那小孩。
我想一下哦。好啦，随机转换。你好，搞你干嘛断心断火啊？看到、哦。我都无要七大死因，无要翕啊！你今仔日想讲妥妥啊？你搁搞我七大死因，太明显了、哦。看他那个状态，相信一定有人会感到害怕，对不对？来哈，用力锤就对了，各位。又断火！你有种，真的你有种哎、欸！我真是佩服你哎、欸！我真的打从我他妈内心佩服你哎、欸！断心断火，现在是断火，你要断我后路啊！第二次啊！已经有两大死因了哦，虽然说还没死啊，干不过这个有点扯啊。对啊，你无干嘛伤寒？你这样连续断的太夸张了啦，太明显，这样观众会发现好不好？你把这弄得比较不明显一点。好、哦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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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剩下两回合？干？难道我要死掉了吗？错！附加消除技能冲，哎，我没有技能可以让他重置，哎，对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嗯哼，够毅力吧？懂了吗？不用紧张，不要看到那个看到骷髅头怕的要死。对，我们工会界的人在问，他说后面接那个关卡是怎样？没错，接那个关卡就是要让你消除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已经有人，不要太早破我的梗嘛！哎呀，那个谁啊 ，A3076520，你破我的梗了，好不好？对吧、啊？青蛙用在哪里哦？用在这个你快死的时候，好吧？随处都可以用，善用手中的卡牌发挥最大效益。因为我看起来最后关也比较危险的，知道吗？不喜欢水晶，万一断水跟断心啊，是断心断火。我刚刚断心断火又断火啊，就是。断的意思啊，嗯哼，好，基本上这一关就是可以这么勇敢的开下去。对，哎呦，有种哎、欸，一次开两记哎，对，一记奥丁百姓二记 KO 在不？你一记奥丁我二记 KO， 斜转哦，基本上这个没把握，不要这样做哦。好别哈！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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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是备用的啊！对啊，哎呦 ，Cody， 你还知道这关爆发就可以了，看来是内行哦。是我一招看到状态哦，看到状态没有，瞬间就消失了啊！按太快来不及看了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扎下去基本上那状态就不会，要不然撸掉，基本上那个状态就不见了。OK。啊，接下来怎么做嘞？怎么做？一波带走啊！跟他客气、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有自信啊！
我是说，如果你有办法一波带走的话，就一波带走。是 no problem 呀 ，no problem 呀。一波、哦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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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呼！有没有看到骷髅头出现了？路径隐藏持续，这时候你要三人你超强的记忆力，记住它的位置，没错。好，还是要看一下了啊。我们直接开八风网哦，快点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漂亮漂亮，看到这个记忆力没有？这个记忆力不好的人是无法做到这件事，好像是这样吧？哎呦，我竟然记住了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来吧。Oh my god! 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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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a! K! 哦，阿力有没有又快又猛又稳又定？应该有了哈，应该有了哈，一次双成就，阿力应该有。好，等下换别队了，换别队，我们换稍微磨一点点的好不好？再多一点磨，这一队是比较爆一点，等下磨的话多一点好不好？因为我相信刚刚问到那个什么路径隐藏的那个部分，应该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在转什么，因为只有当事人哈、啊、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知道吗？